南韩天团 BTS 就国近期推出 solo 单曲 Seven 在全球掀起风潮，不料歌曲却被爆出抄袭了 Pinkery 在2000年发行的 Tie of Mask。 就国所属的经纪公司 Big Hit Music 火速发声，强调两首歌曲并没有任何关联，否认了抄袭指控。对此 Tie of Mask 的作曲家梁俊英表示，自己不是为了钱而提出指控，只是对歌曲旋律提出疑问，随后还没低设出手调查，将这两首歌曲的乐谱对比后发现完全不相同。低设也采访了其他的作曲家，作曲家指出旋律和弦等至少要两种以上重叠了才有可能涉及抄袭。作曲家也补充道，就这两首歌来看是完全不一样的曲风，因此抄袭的说法简直是荒谬。